食物照料鱼，对，这是它那个食物，很简单哦。对，还有香味，因为它的那个是对，他们还有玉米啊，玉米要把它晒干，然后那个白米啊，白米磨成粉，然后过程里面放在泡里面切，就可以放很久啊，因为没有冰箱。他们也可以吃饭，因为他们那里会种田米啊。对，他们种田，会种米，然后看他们会养鸡，他们也可以吃。鸡蛋，对，这样可以吃鸡蛋哦。你看，山上没有路，他们就用一些石头，然后铺上一条路，这样上面的话，上山去自己的房子就很好走哦。所以他们全部的人出来帮忙做一条路出来，以前都没有路哎。就你？对，就你。他们就很聪明，想到要在泥巴上面铺石头。原来是做条马路，然后再画一些马路的线，羊羊的。你看，山贼来了，坏人来了。那时候没有车子，他也会坐马，把马当做车子，这样可以走很快。指挥这个缰绳，扯左边就走左边，扯右边就走右边，停下来就把马绑高起来。然后你知道吗？他们就这个贼人，他们都不做事情，不种田，他们只靠抢别的东西。对，他们也不干活，就只靠抢别的东西。他们是山贼哦。